那今天我们讲 ABC 法则，第一个就是你，你有没有看到你？资生伙伴，A 就是你的资生伙伴，你那个我就是 B，你要找的人就是 C，所以你看到没有？每一个的你有多重要，然后你的合作伙伴、你的团队有多重要？我跟大家讲个例子好了。像来到香港，我很喜欢喝一杯好的咖啡，每一天。所以我到全世界去旅行，我都去找咖啡。我到苏俄去，到了莫斯科去，我去看咖啡。有个星巴克咖啡在那边，有个苏俄咖啡、马来西亚咖啡、咖啡叉叉叉叉叉，你觉得我会去哪一个？星巴克。是不是我昨天到香港来，我知道香港咖啡不错，可这么多这么多，我还是走星巴克。为什么？我知道我花这个钱，我一定有那个品牌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如果到全世界，我想吃汉堡、麦当劳、苏俄汉堡、德国汉堡、中国大陆汉堡，你觉得我会去吃哪个汉堡？麦当劳，因为我知道我走进去。就是一定有我要的汉堡，一定有我要的饮料，一定我要的底热，一定要我的东西都排得好好好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意非常简单，你就要变成美安的经销商、美安的老板、美安的麦当劳，你像不像？你全家从头到脚有没有用美安的产品？你出去买东西有没有用 Shop.com 买东西？很难，麦当劳要付100万美金在美国，你才能够开麦当劳。我们美安公司只要一点点钱，所以很多人都不愿做得像麦当劳一样，像我们美安公司的美安人一样。你有没有从头到脚都用美安的东西？你家里没有美安的东西？台湾为什么会这么快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最近跟一些 leader 吃饭，有个 leader 就说9万，我要给你。讲一件事情，我很对不起大家。我说，什么事那么严重啊？他说，我的卫生纸用完了，我没有预先买好卫生纸，我实在需要上厕所的那个纸，我就半夜哦，我都怕美安人看到我去 7-Eleven 买卫生纸哦，我都半夜哦，等到大家都睡觉了，我就偷偷跑到 7-Eleven 去买卫生纸回家，说我要给你告诫，我犯错了，我不应该买外面的卫生纸。我应该在 shop.com 买我们美安的卫生纸。你说的看到没有？台湾为什么快？因为台湾很多很多人真的把美安当做一个连锁店在经营。所以你看到我们这生意，我们如何劝你像美安人全部都有很难，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伙伴劝你。当你全部都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你找两个人也愿意。变成美安的连锁店老板容不容易？不容易，谁都不想多花钱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谁都没有赚钱，也不愿意多花钱，所以我们需要 A，我们需要我们的合作伙伴来帮助我，来教会我们带进来的人，这样懂不懂？所以说你要变成领导者，如何变成领导者？所以我们公司有个系统叫做 UFO，UFO 是每3个月做一次的 UFO。做 UFO 的人每3个月要用跟卖1200点，就是每一个月400点。做 UFO 的人每3个月要找两个人，做 UFO 人每3个月要上很多的培训课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提高你们像我们美安的老板，要提高你懂用美安的东西，要提高任何人走到你们家就知道你们家是做美安的。如果星巴克开个星巴克，哦，我不要这个咖啡，我不要那咖啡，我不要这个底热，
另外一个星巴克也是，我不要这个，我不要那个，这个公司早就垮了，没有人会走进去的，我就不会走进去，是不是？我会走进，我知道它是所有东西都是一模一样，每一个都有。所以今天美安很多人做得很慢，就是因为你都不做一模一样的事情，是不是很难？所以 UFO 可以让我们怎样，每一根进来做，提高你在美安做老板的经验跟能力。所以我们每三个月呢，要教你如何做有效率的事情。你们很幸福，我们以前都没有，以前都是靠我们前面的大力的拉一个手提箱到处去讲，到处去飞，到处去飞的。我们经常去了一个地方，像我住纽约纽泽西，我跟听娜倩，我们经常去个地方开车来回三个钟头，到那边没有人来，没有人来是经常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都没有方法，我们老板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蹦出这么多中国人出来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们现在我们美安公司都快迈入22年、23年了， UFO 在台湾已经做成功了，说这是一个方法，说人人都来做这个方法怎么样，我们就可以来复制，所以全部到这个培训系统来做同样的事情。所以星巴克有个培训系统，你付了$100,000，他就送你到一个培训系统，让你做一模一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常常想，如果我们老板家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付100万，看你做不做。你是每三个月都会去找两个人，你是每三个月都会卖400点的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因为没有要你们付这么多钱，所以我很难让每个人做一模一样的事情。所以现在有这个系统了，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生意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说我们复制前先要系统化。我们大力的常常坐起聊天，我姐姐妮娜黑尔在 LA 就常跟我讲，为什么我都找不到一个像我一样的。每次她讲完，我就说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找到一个像我一样的，可以把小孩丢在家丢六年去做美安，我为什么都找不到？所以你看到这生意复制你自己太难了，所以我们要借用一个系统来让大家进入这个系统，然后做一模一样的事情。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你该做的都做好都不走，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拿永续收入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可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做过老板，每一个人都不要多用点产品，不要出来上课，不要把小孩放在家里出来上课 No。 所以我现在我都不懂耶，18年前我去了大会之后，我就认识这个生意，我就相信这个生意，因为一切一切都合逻辑。当我相信这个生意的时候，我在每天想怎么做，那儿子是我最重要的，可是想我有钱了我儿子才会幸福，我有钱我才可以栽培我儿子最好的日子，我有钱了我就会笑，我儿子就会笑，我没有钱我就难过伤心，我就会让我儿子难过伤心，那怎么办？把我儿子放在家里放六年，我儿子拉小提琴第一年就是全校第一名，第二年就考上纽泽西交响乐团，我儿子是非常非常天才的一个的小孩子，可是我要让他变成小提琴手吗？ No， 那赚不到钱的。所以为什么要那么认真送他去学小提琴？所以我只去拉拉就好。我也真的带我儿子见一个音乐大师哦。他一看我儿子说几岁了，那时候我儿子11岁、9岁开始拉小提琴哦，就是天才了。11岁哦，那意思说这么老了。然后说有没有开过独奏会？我说没有。那你来干嘛？你可以回去了。任何小孩子9岁以前没有办过独奏会，已经没有希望了。那我说怎么办？就是拉小提琴当老师咯，每一个月赚$2,000-3,000。我一听完说回家，从此上课我不陪了，我不陪，自己去上。拉小提琴左右脑变好一点就好了，培养点兴趣就好了。所以自从那个我发现之后，游泳我不陪，打高尔夫球我不赔，打网球我不赔，全部让人家接受，全力做美安6年。所以今天美安你要付出才能够拿到代价的，你不可能要做美安还要赚钱还拿个永续收入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要付出代价的。所以你看我们美安其实非常简单，复制什么？培训系统，让我们每个人变成老板，培训
然后零售，为什么要零售？每一个人一定要找十个客户，不是找一百个客户，卖给，把我们的产品学会好，卖给十个人。